欧华，嗯，快熄灯了，赶紧的准备睡吧。知道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哎，你的那个实习单位那事儿怎么样了呀？说是快有消息了，去年他们留了3个应届生，今年我实习评分最高，应该是有希望的。哦，这才是正经事儿。哎呀，那个柳南，啊，北京的吗？不是，河南的。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？没事儿，随便问问。哎呦，不是说不写了吗？赶紧睡吧。小赵先接了稿子，帮人帮到底嘛。人钱不都还了吗？没完没了了。行了，你先睡。抓紧抓紧。哎，知道了。小九儿。晚上吃东西可不好啊，小九儿，嗯，晚上吃东西不好。再说，你看你边看边吃，你待会儿吃撑了，你也不知道，对肠胃不好我看完这集就不看了。啊。主任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陈总有事儿离校了。主要是通知太突然了，之前我们学生会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今天叫我们来干嘛？干嘛？走漏了消息又白忙活了。今天晚上2个重点：大功率电器和外人流速，明白吗？又查寝啊？周凯泽，你可是学生会的代表，你不能带头抱怨啊！不抱怨了，不抱怨。哥，学校啊，3令5申，大家就是不当一回事。特别是高年级和你们这些毕业生，今天晚上如果再查出来有外人留宿，一概处分，绝不姑息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这是主任，我这突然肚子疼，可能是刚才吃坏东西了。关键时刻肚子疼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主任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去，等会儿我一定赶上你们。你就坐这儿去啊！我得先上厕所，谢谢主任啊！谢谢主任，我等会儿一定赶上你们啊！这孩子。张主任，哎，走。快快快快，查寝了，查寝了。怎么给锁上了呀？怎么办呀？要不藏被窝里？哎，不行，你藏柜子里。216，开门。把门打开，216。开门啊！216。216。在那干什么呢？半天不开门。我们这宿舍还整挺干净。没发现违规电器。行，下一个吧。走吧。主任，这位阿姨是陈若华同学的妈妈。你妈妈为什么会住在宿舍里头？哦，老师，对不起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保证我明天就走。宿舍不能留宿外人，你妈妈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吗？我跟杨老师申请过了。你当时求我的时候，不是说好了只住一个星期吗？现在都住半个月了。杨老师，
是我们不好，我们欠考虑。根据学校规定，留宿人员立刻离开学校，相关责任人记大过一次。啊，主任，他马上就要毕业了，现在背个处分。现在知道哭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老师，那个，我们家吧，情况确实有点特殊啊。但您要这么做，那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人情，人人都特殊。学校怎么管理啊？以后这个纪律谁来遵守啊？走，杨老师。主任。杨老师。干嘛去了你？啊，对不起，主任，我刚过来的路上，教务处郝处长突然叫我过去一趟，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经校领导的讨论决定，学校决定特别关照困难学生陈若华，准予其母亲临时借住宿舍半个月。哎呦，怎么这会儿把证明拿来了？白天干嘛去了？哦，郝处长说才想起来今天要查寝，还嘱咐我说，校领导们非常同情陈若华同学家庭出现的重大变故，情况十分特殊，还请主任您酌情照顾。既然领导们都同意了，这样吧，若华，明天去一趟后勤处，补交一个情况说明。谢谢张主任，我明天一早就去。没事，走吧。抓紧点时间，再不走，全楼的电器都藏完了。周凯泽，你也太神了，你怎么知道若华家出事了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我一听说查寝，我就知道坏了，还好我跑得快，没耽误事儿。这个是教务处郝处长的圣旨，我们跑得再快都拿不到的呀。哦，那郝处长就住我家楼下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比较好说话。反正若华的情况也都是真的嘛。周凯泽，谢谢你。啊，对，谢谢你啊，小周，同学。那个，也谢谢小周，还是小周面子大。没事，阿姨。不用客气，阿姨。我也是因为校刊能够顺利出刊嘛，对吧，小赵？答应我的新选题，不许脱稿。没问题。阿姨，有什么困难让小赵跟我说，我得接着当跟班去。哎哎哎哎哎，拜拜拜拜啊！这也太帅了，天降神兵哎！小赵，快招，什么时候定的情？郝处长家就在我楼下，这也太凡尔赛了吧！就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穿着睡衣了？哎呀，这太……我为什么在今天穿睡衣呀？嗯。这大锅熬的粥啊，还真香。妈，嗯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。嗯，那周凯泽，你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不认识他。哎呦，他的父母是大学教授啊，哪个系的呀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可惜什么？你说小昭这丫头，够有本事的，她能让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狂奔大半个校园来献殷勤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小昭呢？这次还得多亏了她呢。我是说你。我怎么了？你没有。我没有，没有谈恋爱。也是。这都快毕业了，都忙着找工作。外地的孩子呢，还不定去哪儿呢。北京本地的孩子吧，眼界又太高。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北京的孩子怎么了？他们有三头六臂啊？哼哼。你这不是想留在北京吗？那北京的孩子比三头六臂还管用。我跟你说哈，我不走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现在正是毕业了找工作的关键时机，我要是走了，我可不放心。
是宿舍那里。哎呀，那学校不都说了照顾你吗？谁跟你住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呀？再说了，实在要不成的话，咱们还可以出去租房子住啊，是吧？学生宿舍咱住一天是一天，就当省房租了。臭啊！嘎了碗，我说是现在减肥效果最好的药了。哎呦，这里一下子哇，好几十块。哎呦，真不便宜，太臭了。趁老头嘚瑟，我可得歇会儿了。今儿姐怎么没穿雨衣啊？看看，看看，这个比雨衣减肥效果好。佩服，佩服。那你不去啊？哎，不去。给我看着包啊。哎，好。我走。哎呀，真够拼的。拼的呀！哎呦！别等着呢！爸，你看他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着？我瞧瞧。哎，哎，都闪开点，闪开点，这不透气的。哎呀，爸！哎呀，这肯定是累虚脱了。咱俩把他抬起来。行，能听见我说话，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。水，谁有水？谁有水？哎，这个，哎，来，能喝水还可以。哦，知道喝了。哦，哎呀，那行，哎好。这干嘛呢？这不这找死吗？这不是？谁有剪刀？赶快给他剪刀，给他剪刀，剪刀。来。啊，给我！谁有吃的？巧克力、糖什么的？巧克力。来，还行，能吃，这就算缓过来了。妈妈，是啊，我吃了，我吃了几块啊？五六块呢，你还吃了三块这么大的巧克力？你看看这一堆，那还有个酸奶。哎呀，怎么还哭了呀？上千卡路里。我减了半个多月，我这饿白瘦了。哎呀，减肥不能这么减，你得慢慢来，减太快了会出事儿的啊！我三个月体检100斤，我刚减10来斤，
我还剩下十分之九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这哪是减肥，你这是作死啊！我作死，我得作呀！我为我闺女挣命呢，我。你为你闺女挣什么命啊？我闺女，哎呦，你不懂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看见过有减肥的，减到啥程度啊？减成了骨质疏松，减成了甲亢了。你可不能这么减，你要减出毛病来，你家人咋办呢？减肥不就六个字吗？管住嘴，迈开腿。腿怎么迈开呀？嘴怎么管住啊？这是有说道的，你得找专业人士，不能自己瞎来，瞎胡来不行。不是那个卖嘎啦粉的，他就说他就是专业人士。哎，那是骗子啊！你得到健身房去找那个专业教练，有资质的，有执照的，那才可靠，知道吗？两个刺拳，一个重拳，好吧？连着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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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来勾，直来勾，来继续。确定吗？我自己先练会儿。喂，林天宇，我现在就在你门口呢，我限你十分钟之内交房租啊，否则我今天就把你东西全都扔出去。不是，您那个先别喊好吗？我现在正取钱路上呢。转账？不是，欠我钱的是我外公的，老年人不会转账。我取完钱明天给您送过去，好吧？什么？你有话好好说，别骂人行不行啊？你把我东西扔出去好不好？我不住了行吗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你是不是被那舞蹈学校开除了？去那破学校，挨人都有底层，底薪还不够抽烟的呢。那行。来陪我练会儿呗。不练了，你自己练。不是，你不都答应了我陪我练的呀？练行，这样，一节课500，好吗？300行吗？算了，咱也不练了，改天吧。真的，求求您，求求您帮帮我！阿姨啊，有钱谁不想挣啊？您要是不信啊，可以去别的地方问问。只要是正规的减肥机构，没有任何一个营养师或者是教练敢跟您保证3个月减100斤呐。店长，我……哎呀，您缠着我也没用啊，这真不可能。店长，您听我跟你说，100不行，九十行不行？你3个月不行，4个月、5个月行不行？您去别的地方问问啊，多少斤都不可能写在合同里的呀。不是，那你们那广告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是，店长不对，你听我说，是吧？你们那个广告牌怎么回事啊？和什么减肥大师、黄金套餐，狗屁呀！你没那金刚钻，你把那个给我摘下来。阿姨，您自己要是有毅力，办了卡天天来，我相信一定会看到。你不用忽悠我，你不用忽悠我办卡，我给你现金10000、20000、30000。是吧？你只要能让我达标，我给你钱，我不心疼，真的，店长。阿姨，我是真想挣您这个钱呀，可到了时候完不成目标呢，以您老人家这体格子、这爆发力，还不得给我活撕了呀？不，店长，你听我说，店长，哎呦，你说减多少斤？30斤啊！哼，不是你减30斤这种事儿，你找我干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我是极限减肥专家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不是钱的问题。现在找我的都是准备打比赛的运动员，
像你们这种普通人啊，那减肥目标80斤以下都属于砸我自己招牌。极限减肥重点是极限。啊，行了行了行行，我先训练了，好了，挂了。三位数，100斤，够您极限减肥标准吧？这活你接不接？你啊？啊，我。不行。哎，怎么不行啊？是我不行还是您不行啊？肯定是你不行啊。刚才我听您这打电话，您是不是吹牛呢？我吹牛？嗯。我说你之前是不是尝试过很多次减肥啊？算是吧，但是这回是真的。以为出个高价找个好教练就能一劳永逸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最烦就是你们这种人的，知道吗？这减肥啊，需要的是毅力，要全方位的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，那才能成功，懂吗？像你们这种3分钟热度的，少来浪费我生命。你这都是废话。不是教练，我是想说，我如果都按着你的要求做了，就是你有什么证明你这方法是有效的？用钱？嗯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按我方法做，半年我保证你减100斤。如果你减不掉，我全额退给你。5个月，啊？5个月我没问题，但是要一次性付款3万。但如果中途你坚持不下来的话，费用不退。哦。看你还是算了吧。我坚持，我能坚持，教练，真的，我全款。3万，周凯泽，这个给你。上次的事儿多亏了你，谢谢。你这也太客气了，我呢就是举手之劳。你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儿。我妈这几天还念叨着说，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你。说到谢，我应该谢你那篇文章，让我被好好夸了一顿。那是小昭的文章。小昭文比我了解，那篇文章对他来说超纲了。他还跟我说过，全靠你救场的。这样吧，你请我吃蛋糕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好香啊！来，尝尝。看好喝不好喝。嗯，好喝。加入我们小刊，每天都有咖啡喝。我最近时间比较紧，我实习的那个公司突然跟我说没有转正名额了，白干了小半年，我还得找工作去呢。这都是大部分公司的套路。就算知道是套路，我也没办法放弃啊，太难了。其实给校刊写稿，对找工作来说，有时候比实习更重要。为什么呀？你看啊，不管是采访还是约稿，校刊编辑都能近距离接触到知名校友和业界精英，给大佬留下深刻印象，比盲目投简历强多了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。虽然听起来有些功利啊，但只要找准选题和采访对象，那就是近水楼台。而且。在校刊上有独立署名的大文章，反而是个捷径。那种文章要求是不是特别高啊？我能行吗？你要是不行的话，我干嘛费那么半天劲请你加入呢？嗯？欢迎。
完全没一点界限感，动不动就上我们床收拾。刚开始的时候还客客气气的，现在啊，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，管得越来越宽。是啊，今天早上说我裙子短，让我出门换一条，我假装没听见跑了。哎，小赵，你怎么把被子搬回来了？多晒晒有好处的。阿姨，我这是蚕丝被，不能暴晒的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那个阿姨没有注意到。还有啊，阿姨，你以后不能不经过我同意就去我床上给我收拾，这都是我的私密地界。哦，行，那阿姨以后你再也不动你东西了。阿姨，嗯。我的床以后也不用您帮我收拾，乱七八糟的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啊，知道了。我回来了。啊，都回来了，都回来，那就吃饭吧。啊，那已经都打好了，来吃饭吧。我不是要的香煎三文鱼吗？那个新闻里都说了，嗯，三文鱼其实就是红鳟鱼，那都是骗人的。哎呀，再说了，那食堂里的小炒又贵，父母挣钱也都挺不容易的，就别花那冤枉钱了。所以我就给你买了溜鱼片。可我就爱香煎三文鱼，我都想吃好久了。谁要吃这种滑溜溜的东西？这个都买了，那扔了怪可惜的。那阿姨，要不您吃吧，这样就不浪费了。我吃薯片。还有啊，阿姨，以后的饭菜还是我自己来打。我也不吃了，阿姨。啊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今天我当清道夫。勤劳的人不是垃圾。哇，哟，真专业耶！第一篇啊，饮食篇。嗯。你要远离任何减肥药、减肥偏方以及什么按摩针灸啊这些辅助手段。一旦我发现你用了，计划停止，好吧？嗯。第二，远离任何高油高糖的食物，包括甜度高的水果。第三。你前两个月的主食量只吃你平日量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，粗粮搭配精粮，后续再给你酌情减量。第四，多摄取高纤维的蔬菜和食材，比如什么芹菜啊、花椰菜啊、海带啊、各类菌菇等。第一周每天运动分为三次，每次半个小时，早上起来做慢跑，下午爬楼梯啊、游泳啊，这些都可以。这类活动我一个星期才掉七斤，减脂增肌，重要的是看体脂率，懂吗？你那些快速减掉的都是水分，也是最容易反弹的。行了，跑步机。哦。来，现在开始一周考核。不是，这速度太慢了。你差一分钟不到一个小时，你就算失败了。3万块钱，我才减七斤，好，想挣了3块钱没那可能啊！加油吧，您呢？嗯。
等着我胜利的消息。天宇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跟我们抢活了？谁跟你们抢活了？那不是你们不要的活吗？我这叫乐于助人。哎，他给你多少钱啊？这么大年纪上这么大抢活，这叫艺高人胆大。要不凭什么叼走你们的肥肉？你过去看一看他这一周的训练效果。我刚才去看了呀，那跑步机上的速率是不快，但是那个坡度，他这么大年纪，一个小时，你这不坑人吗？我给他做了体能测试了，运动量他承受得起，意志力就不好讲了。刚好，等他投降，重新谈判。谈判？少打听。切，我还不听听呢。外面来人了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到，你让我一个没腿的人站起来，我怎么站？三个月我减掉100斤，你就必须给我站起来。我能行，你就能行。我不行也得行。我跑上一步，就离我减肥的目标近了一步；离我闺女站起来就近了一步。让妈失望过，妈妈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，没事吧？啊？有没有事？起来，起来！往那边走。你这刚跑完，不能躺下。来。行不行？我去给拿水。算你狠啊！那个奸商，那个奸商，他想挖坑啊！你以为我坚持不住啊？你想逼我违约啊？想白白赚我的钱，没那可能。不是想白赚你的钱，我就是想跟你打个商量，降低点标准。我这不是也想争取点谈判的主动权吗？你输了，我赢了，你没话语权。啊，我就为我这钱，我不可能输。嗯，您到底是为了减肥还是为了钱啊？干嘛这么拼命啊？那我闭眼了。哎呀，嗨。哎呀，3万块！哎呀，我一次性的给你，我就是要把我逼到绝路，这能激发我的斗志，我要保卫我的每一分钱，不能浪费。阿姨呀，你至于这么爱钱吗？啊？小口喝。哎呀！啊！哎呀！我跟你说哈，减肥，你是专业的；花钱，我是专业的。你不了解我，以前我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花在刀刃上，我到死。我都不浪费一分钱。你行，你牛啊！哎，对了，
你别忘了咱那合同啊，有那么一条，如果你输了，全款退给我。有这条吗？嘿，你别忘了啊，我是后天的，你看了，你还点头了。我点头了。啊，我怎么不记得呢？你不记得？你去查查查查你合同去，查你合同去。我跟你签这么一个缺心眼的合同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真傻呀？啊？你不傻，我傻行了吧？歇够了，该去锻炼了。哎，得嘞。等等等，啊？干嘛？等会儿把手给我。给你。干嘛呀？这个？监测你的心率，你说你个亡命徒啊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当教练的不得负责吗？走吧。小贿赂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我怎么就那么稀罕给他们打饭呢？我每次跑七八个窗口，累得半死。有现成的车还挑肥拣瘦的，你看这直接把饭盒都给拿走了，就剩下咱俩的了。哎，不是憋着给我难看的吗？之前你打饭不也抱怨累，现在这样不挺好的？大家也都自在些，走吧走吧走。一定是小昭带头干的，生一个女孩子，成绩不怎么样，就知道吸引男人的注意，你都没看见那一抽屉的化妆品，就知道乱花父母的钱。你翻人家抽屉了？没有，是他那天忘了关上了，我就那么搂了一眼。你再这样，真的得搬出去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妈再也不了，行不行？妈错了，好不好？行了行了，赶紧走吧，拜拜。说了我不见，我谁也不想见。不见不见，你什么朋友同事咱都不见，但是郑校长见见吧，能来三回吧。我知道他来干嘛，他无非就是想告诉我学校没有我的位置了。我知道了知道了，非要当面说吗？有意思吗？咱要不要试试理解一下他？我理不理解重要吗？我又没有求着他。我真的不想听一堆励志的废话，然后还要陪着笑脸，腿都没了，工作也没了，我上哪儿找信心希望去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不见了，这人也是，又不是开夜送那么大一花篮。你说他在学校生脑子是不是不太？这是安心老师更衣室里留下的。这些东西，安心不再需要了。里面有些新的没用过的，您给需要的人；旧的您就处理了吧。也好，我本打算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又怕安心老师想留作纪念，毕竟。舞蹈是安心老师的命啊，还是别让安心再看到任何跟舞蹈有关系的东西了吧。好，这卡的密码呢是安心老师的生日，里面有5万块，其中9000呢是3个月的底薪，剩下的是学校的一点心意。明白，以后安心跟学校就算是2清了。明白。那郑校长没别的事的话，那我就先……哎，秦先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安心老师的舞蹈视频账号能不能先交给学校来打理？
我的意思是呢，先把粉丝稳住，等安心老师好了，再还给安心老师。您看，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这卡是不是得还回去啊？我瞧您说的，不用不用，您拿着。那个视频账号是安心用了很多年的私人账号，见证了安心从跳舞到现在所有的努力和付出。安心的舞蹈生涯结束了，明面上的东西我都可以不要，但是那个视频账号没得商量，对不住。理解，理解。下面小心点。伤口愈合的不错，有些增生都是正常的。啊，是好多了。哎，谢谢主任。柯主任，我想问一下，这种伤疤可以通过医学美容完全可以去掉吗？理论上是可以淡化的。那还得麻烦你帮我们推荐几间顶尖的专科医院。什么时候可以做美容啊？不急，到时候我给你推荐。日出又见雨伞风景。